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非常好看的小蝴蝶结的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四色新品里边的冰茶01啊，同样是打一遍底照灯。然后无名指的话呢，用到的是荧光色的03号，这是一个12色系的一个小套系，然后里边全都是非常显亮的荧光色，两遍打底。然后小拇指呢，咱们再用这个荧光色做了一个法式，细节的地方可以用小笔去勾勒一下，然后同样是两边啊，然后它这两边的话颜色非常的好看。这个12色的小套系呢，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啊，然后有喜欢的可以点进去看看，都是非常显亮的颜色，适合这个季节。然后再用甲油胶呢给它点了一个小花，再用同样的底色给它点了花心，然后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在法式边上粘了一层小珍珠。然后食指的话呢，我用到的是免洗啫喱粘钻胶粘了这个小蝴蝶结。这个小蝴蝶结是我提前用模具做好的，所以说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用模具提前做多做出几个来啊，然后粘上这个小珍珠，然后有珍珠的地方上加固包裹，最后全部封藏。然后大拇指和食指的款呢都是同款，所以说我没有录上啊，然后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吗？学会了吗？我是优夏，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